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中祥，我在万通国际投顾投资总监，为您做标股林中祥，为您找主力筹码的股票，为您找到标股。很多投资朋友，大家都一直喜欢做标股，我三十几年的经验了，各位啊，我讲得很清楚。标股林中祥，我就是要做标股，没有主力进来的股票还不太会动，但是当有人进来了，这个筹码集中了，这些股票特别特别的会飙。W1788， 各位扫描 QR Code， 我是专门计算主力筹码。好，今天大盘，今天4月22号，今天大盘开低走高。你有没有参加我的 Telegram 里面？我在昨天晚上我已经告诉你今天大盘的低点了。很多投资朋友都算不出来大盘的低点在哪里。美国股市重挫啊，那昨天台北股市跌了298点，今天应该还是跌啊，没错啊。各位，今天的最低点多少？20140，看一看。拿起手机扫描我的 Telegram 里面，我告诉你大盘的低点在20150。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，中祥老师你有点不准嘞，差十点。各位，结果今天开盘20140，你敢买股票，你今天大赚超过150点。有没有看到收盘是不是上来了？那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，中祥老师，你是怎么计算这个点的位置？好，你看一下，上个礼拜是不是收红棒？大盘收红棒嘛，是不是收红棒？没错嘛，上个礼拜的低点就在20150左右，所以当它打到这里的时候，就会上去。昨天就算跌了298点，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昨天就算跌298点，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昨天就算跌298点，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今天开低走高拉上去。各位，那你一定想问，亲爱的，你一定想问，中祥老师，你不是说标股吗？那标股你要怎么找？标股要怎么找？各位，我来帮你看一下，计算主力筹码。那有的人讲主力筹码是外资，有的人讲主力筹码是投信，有的人告诉你在这里来说啊，主力筹码是什么？主力筹码是所谓的这个公司派，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啊，这个都不是重点啊，各位你知道吗？这个都不是重点啊，重点在哪里？重点你要知道人家在想什么，人家会不会拉上去啊？这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！好。我昨天晚上找到一些股票，我也写在我的 Telegram 的粉丝团里面，各位讲得很清楚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一些股票转强。2492的华新科今天拉到涨停板，各位你知道吗？华新科投信每天买啊，不离不弃啊。你看一下，他不是买在低点哦，他是这一个礼拜以来每天都在买啊，我也把主力筹码算给你看，公司派在这里也没有卖啊，今天是不是拉到涨停板？各位看一下，这一间叫跳空涨停嘛，有没有？那跳空涨停这个低点有没有破？没有破嘛，这个低点是292块嘛，我的 Telegram 里面也告诉你嘛，今天出量是不是就拉涨停了？他告诉你什么？ECB、CB 的转换价240嘛，那会不会先攻到240？我认为很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加入我的 Telegram， 早上我讯息就出去了啊。外资调高平等，这个所谓的大摩啊，他说国巨要调升平等，我们看一下国巨，外资要调升平等，看到490。那为什么开低你不敢买？为什么开低你不敢买？为什么开低你不敢买？一路拉拉拉，
今天也大概从头到尾也涨了 8%， 对不对？那相对的嘛，既然外资要调升平等，既然华新科会大涨，既然国巨会大涨，所以2375的凯美也是一样啊，开低为什么你不敢买，拉上去了嘛，对不对？2478的大益为什么开低你不敢买，拉上去嘛？6173的信昌店为什么开低你不敢买，拉到最高嘛？有没有？各位有没有？有嘛？对不对？有嘛？所以各位啊，股票市场操作其实一点都不难，难的是你的心理。好，那主力筹码在计算，我也告诉你啊，各位有一档股票，我在这里讲6451讯息，你看那个这个价位多么明显啊！打电话进来，每一个投资朋友都说，我说104、105以下都可以买。昨天大盘重挫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大盘在这里重挫，它没有跌。各位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它没有跌哦，啊，已经开始翻正了，它都没跌哦，代表主力在里面嘛。那你一定会问说，中江老师，那主力在里面，他什么时候要拉？我认为就在这两天了，因为主力把筹码吸饱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三根都是红棒嘛，三根红棒意思说你用开盘价买，你到收盘都赚钱；你用开盘价买，你到收盘都赚钱。那我们看一下大盘，我们看一下大盘啊，我们看一下大盘，我们看一下大盘，大盘各位来看一下这三根，这根黑 K， 这根黑 K， 这根红 K。但是这根黑 K 黑 K 就代表说，你只要开盘买到收盘都赔钱，你开盘买到收盘都赔钱，你开盘买到收盘都赔钱。但是6451的讯息，你开盘买到收盘都赚钱，你开盘买到收盘都赚钱，你开盘买到收盘都赚钱了，这个叫主力筹码啊！你看不懂我教你。今天还有一只股票，你搜寻我的 Telegram， 各位拿起手机好不好？好。你说老师我拿手机要干嘛？拿手机要这样啊，搜寻账号 W1788， 搜寻名称标股林中祥。好，今天跟你讲一只股票，各位真的是主力筹码，昨天外资买了，主力筹码买了300张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只股票今天到底是怎么样啊？今天到底是怎么样，各位我们看一下这一只股票到底是怎么样。好，各位来看一下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一只股票到底怎么样。这个叫6531的爱普，开低哦。今天你敢买哦？你今天赚超过10%哦。你今天买100万哦，你赚超过10万哦。你比任何一只股票赚的都多啊！各位来看一下，昨天是不是长黑？十字棒是不是长黑？你看哦，昨天讯息还没有跌哦，它大跌哦。昨天跌200多点，它大跌是合理嘛？对不对？但是各位，你注意到跌下来哦，融资减少，主力筹码买进去了，主力筹码买进去了，今天直接拉涨停。各位，扫描，好不好？各位扫描里面，我在这里有告诉你什么？W1788 嘛，对不对？各位 W1788 嘛，哦，在这里跟你讲的很清楚嘛，标股林中祥里面有帮你扫描，哦，那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，中祥老师我错过爱普，未来哪一支股票，哦，各位错过爱普，未来哪一支股票，哦，未来哪一支股票会在这里 会动。好，各位我在这里给你一个方向，好不好？有主力筹码的股票，6451的讯息，慢慢筹码都被吃光了，慢慢筹码都被吃光了，啊，还有呢？还有就是所谓的4935的茂林，慢慢筹码都被吃光了，慢慢筹码都被吃光了。啊，各位还有4968的利基，慢慢筹码都被吃光了，
慢慢慢慢筹码都被吃光了，6462的神盾啊，今天也是收最高，慢慢慢慢有一些筹码被吃，有一些筹码被吃哦，3653的建策，哎，慢慢慢慢有一些筹码被吃光了啊，3324的双红，慢慢慢慢有一些筹码被吃光了，6230的操纵，注意到这些股票我先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如果你不知道要先发动哪一支，可以打电话进来，看我的节目按个赞，你一定要按赞分享，按赞分享。那怎么参加 ？W1788 啊，标股林中祥，按赞分享，按赞分享。我专门计算主力筹码啊，我掌握标股的攻击模式。老师，利基啊，南电啊，老师，利基继续涨啊！你说要主力筹码，我每天看啊，每天不敢买啊，啊！从你上节目开始，120几块你就在讲了，130几块你就在讲了，140几块你继续追踪，150几块你还在追踪，160几块，各位啊，今天已经到了多少？今天已经到165块了吧？哎，搞不好再来就170、180了，各位啊！啊，那你要怎么做？你要怎么做？你不知道怎么做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怎么做，你要在这里啊，各位，你不知道怎么做，你在这里，你一定要加入 W1788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各位，没关系的啊，解盘就很轻松嘛啊。在这个地方，各位我来看一下，我们加入的有多少？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加入的嘛 ，Telegram 嘛，加入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加入嘛，看我的节目，按赞分享要加入嘛。任何股票的问题，我会私讯给你回答。当然，在 Telegram 里面哈、哦，我们可能有一些哈、哦、没有办法，你可以看到我的文章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问。那再来，你就要参加脸书咯，因为脸书里面在这里会告诉你啊。脸书在这里会告诉你怎么做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脸书就是这样做的 啊所以各位不要紧张啊，做股票你没有看到庄家老师在这里很轻松，而且你加入以后，昨天大盘是不是重挫298点？我昨天敢告诉你今天的低点在哪里，这是不是一般市面上的老师能够做得到的？每一个老师都是马后炮啊，涨上来就说哦他很厉害啊。那我计算主力筹码，你每天有在追踪的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手上如果有这些股票你会很放心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啊，今天我在这里啊，有一些投资朋友啊还很厉害。各位啊，我开盘以前，开盘以前8:45，你是我的客户，你可以收到我的讯息。今天有一个投资朋友啊，他开盘以前他买5张，你看买5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啊？买五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？开盘以前104买，103.5买不到了，最低是103.5，我说104，他104有买到，收盘108，他手上也有。那5张当冲，4块钱，20000块，不多了哈，很抱歉了，不多20000块。但是还有一些清代的主力筹码，我们没有买在这里，我们买在这里，因为上去下来止稳了，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的啊。当然有一些投资朋友在这里有看我的节目啊，我每一个会员大家都收得到的一个华新科192块，192.5，你敢不敢买？国巨开低325块以下，你敢不敢买？
凯美开盘价32块，开盘就是最低点，你敢不敢买？这是我公开告诉你的，各位，这是我公开告诉你的啊！我告诉你的都非常的详细，而且价位我一定设得很清楚，不会让你买不到，绝对不会让你买不到，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在这里要扫描 QR Code 啊，还有扫描 Telegram， 扫描 Telegram 里面，各位底部量缩好买点。我问你，这几天的讯息是不是量都一直在萎缩？哎，量还没有到8000、1万张都叫量缩了。我告诉你，将来一定会爆量。那我问你，昨天的华新科是不是量缩？今天是不是爆量？我问你，昨天爱普跌下来是不是量缩？主力筹码都吃光了，今天是不是爆量？所以要计算主力筹码。你不知道，我算给你听嘛。你不知道不要紧嘛，我算给你看嘛。我算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亲爱的，阿公阿嬷你都知道嘛。那很多投资朋友都在问啊，钟翔老师，你为什么都锁定这几只？有时候股价在100多块、200多块的啊。甚至于说啊，这个郁金光400多块的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几十块的股票啊，我问你，你买20块的股票，你要买几张？你买100万要买50张，50张可能很好买，但是50张要出不好出。我问你，你如果买茂林，你如果买讯芯。你买10张就100万哦，那我问你，10张100万，你好不好买？你好不好出？你很好买，你很好出，对不对？以前钟翔老师在非凡解盘，那为什么我解盘的时候有时候都买比较低价的股票？因为可以买得多，买得多啊，买多啊，买很多啊，买得多才赚得多啊，哎。20块的股票，你不买个300张、500张，你要怎么赚？但是如果100-200块的股票，你买个10张、20张就不得了了，你冲冲乐就冲爽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是不是这样公开告诉你？所以这里有计算主力筹码。那我问你，各位，你回头看一下啊，你回头看一下这一种股票。你5张、10张，你很好买，你很好冲。这一种股票，哦，老师，钟翔老师，我做10张我就很爽。10张一天多少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天啊，几十万啊！啊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那明天我要做哪一支？你不要猜哦，你一定不要猜哦。为什么？你一定要扫描这个 Telegram 吗？因为 Telegram 里面哈，我会把主力筹码，人家谁买多少张，融资融券会告诉你哦。各位 ，W1788 啊，我没有乱七八糟的股票啊，我不像别的啊老师啊，今天又是互动啦，明天又是汉科啦，后天又是哪一支啦，啊一下又细码啦，各位。我没有那么复杂，我很单纯。你看我的节目，你在这里也知道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有投资朋友在脸书问，一下问奇邦啦，啊，一下问，哎，各位还有，我们最近有讲一支股票哦，我先讲好哦，一定要跟你讲清楚。我们最近有一支股票啊、哦，这一支叫4927。啊，泰鼎，主力筹码开始锁定了，你看越走越高，大盘跌哦，大盘是跌三天哦，大盘跌三天，它涨一天，它涨两天，它涨三天，
大盘跌哦，大盘 开高走低跌，大盘开高走低下杀，大盘今天开低走高，你看它连涨三天。各位，亲爱的，我在这里我没有要害你，我讲的你就看一看就好，你就听一听就好。你能够赚涨停就尽量赚涨停，你能够赚价差你就尽量赚价差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再一次的告诉你啊，搜寻 W1788 标股林中祥啊，然后各位真的有问题没关系啊，我在万通国际投顾打电话进来，有我们的电话号码，各位明天开放登记索取 Telegram 里面有标股， Telegram 里面有标股，各位啊，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知道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投资总监，你一定要量缩的时候在这里好好的买股票做个价差，爆量的时候就是你数钞票的开始。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愉快，各位我讲的股票你要好好的注意，祝你做股票支支涨停板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